佛法呢，我们把真实不虚这个从佛法里面来了解，佛所说的教法就是包括各种教义，还有教义所表达的佛教真理，这里面有啊苦集灭道、宇宙人生的道理、十二因缘法，那告诉你你如何来懂得因缘因果，你生命处在什么样的机缘里面，你处在什么样的世界，你处在什么样的思考，你到哪一道，它有个别的差异性，这些的解释是个别个别个别对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众生来让大家了解，彼此了解，因为你毕竟只站在一个角度嘛，对不对？诚实论里面举出六种佛法的同寓意，称为佛法六明。佛所说的佛法，他所说的道理，你懂了之后，你要根据他所说的办法去证得这个道理。那他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能证得自在，就是能够如佛一样。所以总说这个都叫佛法。他有一些是什么？他有一些是告诉你一些状态的，解析给你听，知识层面的啦，知识层面，有的是道理的，道理告诉你它是毕竟空，它的结构因缘果，这是不是道理啊？那这些呢，佛所说的这些，最主要最后要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清净觉心，而我们进入修行的内容，证得跟佛一样的自在解脱，这才是毕竟的啊。那你前面的所有这些需不需要？因人而异。有的人能够自我观察，有的人是听一下就了解了，有的人是我来是这个道理，这陈爷说头几摆听，对不对？那像这些，我们必须真正你细细的去，就是醒察、察觉它、证明它，你会体得。因为佛所说的佛法六明的第一叫善说，就是如实而说，佛所说的东西是如实而说，它不是虚妄的，因为这里讲真实不虚啊。像知识分子啊，对于自己所认知的东西啊，会有一个自我认同、过度认同的态度，也就是我知道的世界，我知道的想法，我知道的什么东西，其实这是很局部的嘞，其实这是一个局部的东西。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世界走一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各处各处它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你认为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这也是所谓共同讨论出来合宜于这个族群里面的对与不对。像人的话，他感情已经培植到某种程度，所以他比如家庭的话，他必须有责任分配嘛。那责任分配啊，这小孩你就要用情爱去灌输他，就让他慢慢的长大，那让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对不对？要忠贞爱国，对不对？那这个四维八德，这是人要用人伦的角度来看这个。如果以动物的角度，它不是这样看，它以生存为它主要的思考。比如说有的动物啊，它自己生出了六个小孩，若有两只是残疾的，四只是 OK 的，它会把两只吃掉，它把两只吃掉来补身体，让我用奶水来喂这四只，让他们保证活下来。如果刚好是两只健全的，四只不健康的，他四只分好几餐吃掉，让自己保证这两只 OK， 就是他所思考的重点不一样。那有的东西，有的动物，他生产的时候就交给大地去了，那干我何干呢？叫绿蜥龟啊，是不是？它
他有情爱吗？他情爱上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像猴子的话，猴子女儿长到某一个程度会诱惑他的父亲，会希望他的父亲爱上他，所以这个上面又有什么伦常的想法？这样知道吗？而人类走到了某一种程度，它是最高的智能的动物，所以人类在思考什么是最完整的人伦之间的结构，跟社会现象，跟所有一切，是基础于一种共同的讨论的。可是人类它本身如果夹杂着贪嗔痴的话，这些道理不能够完全让他的心表里如一啊。当然这是不雅之语，但是事实上是这样。世界上都说着一个男人不会永远真心，那女人会不会永远忠贞？男人既不会永远真心，女人又能求到永远忠贞吗？那爱情又是结构于什么样的状态？亲情是比爱情绑得更紧一点，那爱情又结构于什么状态？所以什么叫真？什么叫实？世间上的现象啊，环境里面的层次，世尊都说得很明白，叫无常。还讲五蕴，对不对？所以他善说，如实而说，所有的一切如实而说，各种种性、各种物质，或是各种众生，它有不一样的界别。那我们看呢，北俱芦洲啊，那么在讲说，四大洲嘛，我们叫南赡部洲。那再讲有的地方啊，孩子生了就放在马路中间。就是四通八达的马路中间，那有人过去了，看到这小孩肚子饿了，我就喂他乳。然后那小孩长到8岁某个程度的时候，他就自由自在的，开始就不用坐在马路中间等着公共的奶妈来喂奶，就所有一切走过有乳水的都可以喂他，所以他的情感不会被绑住。被绑住在某一单一的现象，这是另外的一周啊。这也有讲说天界的某一界是这样。同学，你想不想成为那里的众生呢？不要有一个爹一个娘，但是我们以世间人，他以情感为依归，他要寻找一个情感的归依处，所以他要有爹有娘，他要有亲情，他觉得这样生活下来活下来才会安然。这个就是欲界众生，而欲界众生他会被情感所绑，而这个情感要脱离这个情感，就是得听佛法。所以学佛的过程里面会呈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也就是你有很有情，你又赶快要希望自己变得很无情，而变得很无情之后又觉得这个无情似乎不尽合情合理，于是要变得平等的友情，是不是这样？只有平等的友情，那这个平等的友情呢，又没有办法很真实，于是呢，在这个平等的友情仪的有没有的有，平等的友情里面又要有理性，又有慈悲，又不会受伤害，这个时候就要超脱出那种情的素质，而变成非常欢喜而平等，而看到佛性觉性，而不看到他的关系法，对不对？要拔开那个关系法的束缚，这就是人类的练习嘛。听起来好像跟心经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所以你心经的修为，你第一个要怎么样？先丢掉物质六根尘对你的干预性，跟你跟他的情感，那到这个上面跳跃出来，平等的去看他，
然后进入到一个不动的状态，再有不动呢，就看到他实相里面的妙有，再由妙有去大做佛事，对不对？好，那刚刚讲到善说如实而说，再讲到佛法，世尊所说的佛法为什么是真虚不虚？因为他讲到现报，使人于现世得果报。如果你照佛所说的这样去修，你现世就可以得果报，你不用等到来生。同学，今天我们听因缘果法，你听因缘果，升观因缘果，你是不是会自在？你自在而不受其控制，不受这样的干扰的状态，你是不是就有那个得那个好的果报？那如果说你作奸犯科、贪嗔痴，你就不断的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或是自私自利的为自己的目的而这样去做，还是一定会有现报，众叛亲离，到最后呢，可能自己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解脱的那种罪恶感，对不对？所以佛法在讲现报是，如果你修行，它是个两个方向。今天我们站在哪个方向？我们几乎都是站在迷界，我们站在迷界的这个点上面，你如果看得明白，你就不被贪嗔痴三毒来迷惑于你自己。所以你只要朝着不满足于欲望的这个过程，你就慢慢的抽拔抽拔抽拔开来，最后你一定会得自在，在这个物质的欲望里面得某种自在，这就现报了。那不用来得到来生报，很容易就有现报，因为你就自在，在照着佛所说，放下内心的所有的这些苦厄啊等等的这些，用你的法门进入，最后你一定会懂得佛所说的空性。这上面是不假他人，只要你自己真的这样去修行，现世就会得到他的好的东西。第三个，佛法讲的无实，不待心秀吉凶而随时得修道，这是修行啊。佛告诉我们的无间修是可以发生的。我们一般凡夫来讲，他会有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的这个交错。那是我现在轮回啊，我想了一些坏的事情，等一下回光返照，一念回光返照，哎呦，我怎么会有坏心眼儿？这好像不大对。于是呢，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哎，人又好像在菩提道上了。那刚刚坏心眼的时候，又好像从这个一个平行一个线的话，好像刚刚是掉到地狱了，阿修罗了，往下走了。然后一念之间，哎呀，又浮出水的，浮出那个业海啊，思想的这个上面。这是佛所说的无实，是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修道，只是你在修道这个浮标啊。你本来啊，可能就是有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像这个浮标下面有一条鱼把你拉下去了，沉溺到业海中。那回光返照自己的精进力啊，那一念之间呢，又好像浮出水面来。其实这些是在开始的时候会这样，你慢慢的这个修行的心法能够把握的时候啊，你随时要有某一个清净的一个清净的法水啊，那个清流在。如果任何的，只要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些所谓情绪的东西现前的时候，你要用第三个自己去看到这个东西，你要用清净的觉性去看到，我现在有一个想要清净的我，我还有一个动荡不安的我，还有一些动荡不安的内容，还有一个现在在对话的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会选择什么？你会看到你这三方或四方的一个对话，你会发现，哎呀，很生气的，都安尼好
这句话给扁出去哦，先安尼爬出去，我才舒服啦。话不说，我就难过，这叫烦恼。嘿，正阿修罗，对不对？如果你又看到有一个动荡的自己，跟一个想清净的自己，跟看到自己的现在的自己，混乱的自己，这时候你的觉性都在哦。你会看到你处在一个法身、报身跟应化，对不对？你在做什么样的反应？你在做什么样的圆满？跟你的清净在哪里？这个时候，你要懂得随时都可以修，随时可以得到。这个时候，你要趋近于清净跟无为。你只要了解清净跟无为这个上面，这所有的一切其他是虚幻的，其他是虚幻的。你只要靠近清净的这个上面，随时可以修，而且随时可以得到。所以修行都是在逆境中、障碍中去看到自己的佛性，而让自己往这个上面去靠的人，就是所谓精进，他就是逆向，他不是顺轮回，而是逆向，就是不是流转门呢，而是幻灭门，对不对？这个幻灭，所以这上面是可以无实。讲真实不需要介绍的佛法，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定可以得到答案，所以修行常常会有很多受到冲击而没有信心的时候。把握一个基础原则，就是让你的内心回到清净中，让你的内心回到清净中，所以很多道理啊等等那些那个都可以慢慢整理慢慢整理，而去懂得它的道理。但是回到清净中，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你可以无时无刻让自己回头，这样子。刚刚讲到这个无时啊，就是你不用等那个良辰吉时才来修行。有的人会说，哎呀，我现在正在赚钱养家，所以我不能修啊。还有的人说啊，等我退休我再来修啊。那有的人是想说，当我这阵没用所我再来修，就是你忙的时候要修心啊，对不对？你现在正在做事的时候，你要修那个不贪啊，是不是？你要修那个不贪啊，不嗔啊。但你退休的时候，你就要修布施供养啦。所有的时间点都可以修的，只是你修的主题跟内容不大一样。你现在可能很忙啊，你不是修深入经藏，可是你可以修耳根圆通啊，是不是？你没有用眼睛去读经论，你可以用耳朵去听经论啊。那你说，哎呀，我现在就是破病啦，在眠床顶啊，所以，哦，我吼嘛唔知要修啥，即久都破病破病，就专注在生病里面，你可以修念佛。对不对？那这个上面就是佛法讲的，就是无始你都可以修。它法门呢，这所有你要交互运用，要交互运用。最近啊，有一个我们认识一个以前大家一起在研读佛法的一个法师啊，他病得很严重，那在医院里面啊，也不大能下得了床，也没有办法自己做打理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要靠别人来帮忙。那他就在病床上啊，有时候就氧气不足啊，就昏昏欲睡啊，昏昏欲睡。然后问他说，啊，师父，啊，不然你现在是要创啥？我说什么事情都没创的啊。你现在能做什么？什么事都办不了。能办什么事？是最好修行的时候。数息啊，念佛啊，观佛啊，对不对？放下啊，
基础还可以惭愧忏悔啊，这辈子想他一次，哪一句话说过一句错的话，对哪一个人做过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样慢慢推推推推推推推，这一直洗一直洗，一直察觉，一直察觉，一直发愿，也是可以修啊。啊，信众就问他师父：“你今晚人家冲啥？我今晚头刚冲啥？我等人家喝破杯你啊！”佛法里面什么都能修啊，对不对？是不是什么都能修？那如果说你不懂，你就觉得什么都很难修啊，卖供啊，巴肚疼，疼到那念佛变那念不出来，你就是不同存嘛。你进入了你的事里面，你就没有那个佛法，你就没有念佛啊，对不对？那你就是忘了念佛啊，就进入到痛里面，它就很痛，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痛。那这是无时啊，其实不用挑时间都可以修，在什么时候修什么。有的人说过去嘛，有一个人他带孙子嘛，他说我在修菩萨道，大家说你菩萨道都怎么成就，他说我吼顾孙就是报是我的爱心，他也没有说错啦，其实他也没说错，因为我就是报是我的爱心，我煮饭给我老的吃，我就是忍力，我就是忍力，然后我尽量吼别介生气，我就是乞丐。我尽量歪美人，我都是乞丐。人家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都有说出来哦。他说出来，伊讲哦，所以哦，我拢免去回事，我六度拢在阮兜修个袂歹。当然，这个是有点自我吹嘘啦，他有点过度解释啦，对不对？啊，有的师兄师姐就讲，哟，啊，你布施拢恁兜伊三个呢，对不对？有的师姐就说：“哦，阿弥陀菩萨都领导了，是感谢三尊，你知道吗？我靠！然后嘛，涵盖进去，一共领掉。这个就是人的想法，一共领掉。我这三尊哪不够够好哈？我都不是阿妈，我就不是好奶奶，我也不是好妻子，我很恭维，所以咱会从做考验。”所以我一定这三尊来过好，对不对？一个是老伴，一个儿子啊，哈，那一个是孙子，所以这三尊过好就好，他的三宝，他也没说错啊。以他的那个概念来讲，他以他的概念，他的态度是对的，只是说他是以情执。他是以情执而非平等这样子啊，可是他也是无时在修啊，他也出不了门啊，他出不了门，所以你说他有没有修，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我们不能说没有。你说吼，我今嘛吼修到我好，你知道吗？我老的跟我修没修，我就该讲这众生免该生气啊，有意思啊。那我的孙子对我这阿嬷一直叫修。我就心肝改想讲吼，即吼我袂使伤爱伊，我袂使让伊甲我绑掉吼。啊，但阮囝即，我就改想讲，儿孙自幼，儿孙吼，万恩放下，伊袂听我的。同学，他这样说有没有错？他有道理呀、啊，他也是无时在修，只是我们以比宁于自修的角度来讲啊，他是有努力。那以说我们发愿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啊，回向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啊，跟你有意愿出来做，出来啊，等等的这些啊，行菩萨他，他说他不是没有，他是希望说这三尊够后，然后之后啊，也能够圆满。但如果这个圆满，他是一直延迟啊，未实现，那就是有点可惜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如果说倒着说，另外说啊，练老没你，没你款啦，
哦，伊个家己都会晓，恁住恁家住市场边啊，你买便当就好啊。啊，你囡仔个孙，你何必娶？那个托儿所，你养家去做个阿嬷，你又白死，孙唔通娶。啊，恁囝阿免你六西六六啊，你着出来，遐人拢免管，安尼对无？安尼嘛唔对啊，对不对？你就叫他说，遐个吼，遐个拢是。噶你，迄是你的完全债主，你这时阵爱先顾家己，唔通顾完全债主，所以你这时阵遐拢卖插，爱就出来就好。辅助主任会甲你顾孙，辅助主任会甲你顾囝，辅助会保庇恁老的袂破病，安尼对无？也不对。所以佛法在说什么？佛法在说什么？佛法在说的是每个人他有因缘法。在每个因缘法里面，你是用无为的心清净的去圆满它，你不强求，你也没有设限，在时间空间的环境里面你是自由的，你也可以在这个有愿力的时候，你有自由可以移动的这时间空间去掌握，那没有时间没有这个自由的时候，你也能够安住于佛法中，在自己的因缘中圆满，那这里面啊，它就没有所谓束缚的感觉。那这上面就是一种在在处处会修行的人，这样了解意思。所以佛法在说的啊、嗯，这个有的人会把时间空间的一种固定的啊、固定的假设说，那是因为还没有办法离得很清啊。好，那佛法还有第四个名字叫能降，就是带引的。意思以正行教化众生至菩提，也就是你能够带引众生，让他了解，然后最后修行而证得菩提。所以是不是真实不虚？我们是不是被世尊带引着？我们也被古大德带引着。当然，我们被佛菩萨的精神所感召，对不对？那自己也有这个佛性吗？那这个是一定有的。所以这个能降第五来常，应当自身证悟。佛法之所以真实不虚，就是因为自身能证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很多人他对于自身能否证悟这上面太过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的人，你对于自身可能证悟的这一块就永远摸不到，因为你永远没有那样子饱满的绝对清净信心来看这个佛法。你要知道佛说这是因缘果，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这是果报，所以我甘心忍受这个果报呢，它是因缘法，那缘灭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果报里面呢，它是苦果，亦是我契入佛法的因。如果你能够这样了解，你就能自身证悟，这个就是来常。佛法讲的是说，你可以确确实实的去体悟，而它的答案不会误差，你最后的答案会跟佛一样。所以是不是真实不虚？是真实不虚的。第六个佛法的第六个名字叫智者自知，智慧者自能信解，也就是你真的相信这是实话，这个跟宿世有关系呀、啊，宿世的善根有关系。有的人听任何的话都会保留一种怀疑的态度，没有听经闻法，所以以自我的想法为想法；有听经闻法，也会有保留。同学会不会保留？智者他会知道这是真的，他说的这个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啊。我能信解，像舍利佛的话，他多利呢？他是在诡辩派啊，就是当时他是婆罗门种嘛，那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些婆罗门的人有个辩论，所以他是诡辩派里面的领导者。那当时呢，婆罗门的教义啊，他都。就是很明确很了解，可是他知道自己有没有悟啊，他知道他生命里面有盲点，
所以他最后呢，他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啊，阿说是啊，就是马胜比丘，他的庄严啊，他的庄严的行仪的时候啊，深深的受到一种震撼。他的老师怎么有办法让他这么庄严？于是他就过去问他，他就说：“我的师父啊，我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他所说的是因缘法，在讲缘起啊。”那因缘所生法，他一听了这个所有光这一个因缘法，光这个理论呢，就让舍利佛在当下产生了极大的信解力能力，因为他在怎么样来观察世间是在现象里，他是在现象里面的是非中。啊，他在现象里面并不了解，这叫因缘法，对不对？就像说有一个人，现在你走在路上，有一个人呢，从旁边不小心呢，走到这边，然后一个摇晃啊，踩到你啊，或撞到你啊，你就会用事件上的现象说，你干嘛？你熊熊去弄到我，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去撞到我？我怎么这么倒霉被你撞？他是在事件里面，他不会去懂因缘法。可是如果说你懂因缘法，就是时间空间的因缘，我累生累劫跟他有一些交手过手的地方，那他刚刚为什么会撞到我呢？那是他头晕眩，或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有个擦撞的情形。这是人跟人相撞，不会什么大事啊，人驾着车子相撞，事情就比较大条，对不对？所以光这个因缘法，这个理论呢，就让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就懂得佛所说的是他没有体悟的部分。后来他去礼拜佛陀嘛，佛陀就为他再说法，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上面是真实不虚，你可以自证得的。而且佛所说的这些有修行的人他都知道，你开始你相信他，然后你慢慢练习，最后你所体悟的就跟佛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佛所说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真实不虚。中学学佛到这么多年，你对佛所说的佛法的内容有真实不虚的这种肯定吗？有吗？你知道这些真实意吗？还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但是你有信心知道这是真实意，对不对？很多人很懊悔的说，这辈子我读书十几年，我毕业了二十年，有的人读二十年嘛，我毕业了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学位，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可是啊，这一死之后啊，隔音之谜啊，来生又得从波波摩 ABC 一二三开始学。哦，告天，隔离在归你啊，在二十几年了才又有一点智能啊，对不对？然后又用了这些读来的智能去工作，赚糊口的钱呢、啊，那又死掉了，又再一次归零啊！有的人是不是觉得好懊悔啊？对不对？好懊悔啊！生命老在玩这个游戏。同学，你有这种懊悔吗？你懊悔错方向了。你懊悔的是世间能力，那个是一个生命的经验而已啊。真实的佛性啊，功不唐捐，福不唐捐。功不唐捐，福不唐捐。佛要说的真实不虚是这块。当你剥落，你累生累劫，你都不知道，所以你造作了很多东西。可是当你开始剥落，去除它，你只要不再增加，你慢慢剥落，终究会清净。而来生来世会带着这样的善根，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自发起那个清净的身口意，那自发知道戒律的内容而自发愿意去持守它，这个上面呢就会保任你纵使有隔音之谜，出来的时候还是干干净净，不会那么容易惹。像有的人学坏学的可快着了，有的人他就学不坏，知道？有的人是学坏，坏一下子会回头，就觉得不对。同学这样了解，所以这上面是真实不虚的。佛在告诉我们的很多办法，我们都得全面去接受它。那像有就是所谓所知障吧，知识分子对于佛陀所说的这些东西，有些时候会以研究的角度去看它，他觉得你们佛教徒好像很容易受骗啊，你们都很容易上当，那你们的教主啊，就是说了一些恐吓你们的话，然后说了一些不大可能变成事实的话。那这上面呢，我们保留客观的态度去看它，有的人就会有这种对话。同学，你一般对于佛法的这个内容啊，你要分好几个层次来看它，也就是对于现象界上面的啊这种阐述，佛法的经论里面也有一些现象界的阐述。对于现象界的阐述，当时会讲它的因缘结构，还有谁谁多厉害，它有因缘果报，所以它会有这个很多的宝贝在他家，然后他家财万贯，甚至于他拥有一部非常好的良驹，就马车啊什么的，能够为他所用。那他有多少的神通可以变现什么？像佛法里面讲的神通的这一篇呢，这一个区块跟物质的这一块，同学你不要被诱惑，因为世尊也要讲众生他的因缘果，他所获得的，他拥有的条件，是因为他以前的结构，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感得这样的环境跟条件。可是这样的条件跟环境，世尊并没有说这样的环境跟条件就是佛啊，他重点不是这一块，他重点是告诉你，你对于着重于物质现象去较量自他不同的这些人，他会告诉你的原因是这样来的。那可是这个物质呢是无常的，福报是会尽的，所以他会从有为的这个物质现象中再转出无为的清净法身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对于说会着重在啊这因缘果报，那所以有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永远可能或不可能，把自己在这个因缘果的物质现象中产生了一个依然用较量心跟期待心在学佛，这样的学佛都是最后的答案都是人天报，最后的答案就是在物质界里面转。所以以佛法我们来读的时候要分好几个层次，这个是这个层次，以后你要看到菩萨有多大的能力啊，他有什么样的等等啊，或者是说他有什么样的物质啊，哪个善心人士啊，等等这些放下，知道那个是初级的。那如果说我们又读到佛法的另外一面，就是说这菩萨多伟大，他能够化山为水，化水为山啊，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神通啊，这些东西啊参考。因为那现在不属于我们，那些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现在应该要去体证清净法身，对不对？那些是附带的，当我们体证发菩提心之后，它会产生了一些作用力，而且作用力呢以文词来表现就是属于神通的描述。那菩萨确实有神通啊，那佛的神通当然是更不用说啦，不在话下，所以这些呢都是另外一个层级的东西。
所以佛法的精髓并不是要告诉你物质党的结构关系，跟佛陀跟菩萨他们最后展现出来超乎于常人的部分，而是最真实的部分，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从我们这一念之间，我们去看到自己的清净。那解决读世间的这些东西呢，这个读大同小异都差不多。对于这个神通的部分呢，啊，这读参考价值是说你以后成佛的时候你具有这样的能力，你现在要追求那样子的能力是愚痴的，那并不是对的方向。所以回到一个原点，就是佛法最基础就是烦恼障三障，愿消三障诸烦恼。而这个烦恼障我怎么消除？而这个业障怎么消除？我如何没有那个恶果，就是报障这样子。所以真实不虚上面，我们要有清净的智慧去厘清你现在应该修行的是什么，而不是拿别人的那些因果论来受苦受难，或是拿别人的神通跟他的精进力量来赞叹而比上不足，来懊悔，那是不需要的。那诸法的真实意啊，讲到真实不虚啊，给同学介绍到真实就是诚实而无虚假。那佛所说的是真实而无虚假，是实于者。那诸法真实的义理有四种，第一个叫事流不真实义，就是众生呢，众生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都以物质为它的基础理论，我们现在踩在哪里？踩在地上，所以这叫地。我们看到有烧起来的热的火，这叫火，它不会说这个水叫火，这个火叫水。所以世间法假名啊，假名来成立它，那大家认同的都一致，我们一起共同来约定，我们来约定它的假名代号，这叫事流布真实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世间所流布它代表的意思这样子。比如说你现在需要进食，然后你现在觉得虚弱，那肚子会有一些这些收缩饥饿的感觉，这个叫做饿，这是不是共同对于这样的感觉给的一个代号，这种呢叫做事流不真实意。但是佛法不是要强调这一块，也不是说这块不是事实，而是说这是现象。那第二个叫方便流不真实意，世间有智之人先以心意筹量，随以方便造作经书论义以开导世人，此为方便流不真实意。也就是借由语言文字这样的方便，把真正要告诉众生的东西用经书或是论义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众生得以接受它而使用它，这叫文字般若呀，这叫文字般若。那文字般若我们从心经的导读里面一起研讨，就是要让大家跳出这个文字的框框，那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懂得它真实内就是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语言文字是方便，那重点是后面的两个，叫第三个叫净烦恼障真实义，就是声闻缘觉以无漏道破诸烦恼，得无碍智，此为净烦恼障真实义。也就是我们这个烦恼是可以净化的，你一定得认真的去肯定这个道理。声闻缘觉用无漏道，它就是用办法，世尊所教的办法来破除烦恼，得无碍智，不再障碍自己的这种智慧，这是净烦恼障真实义。所以佛法很珍贵哦，就是苦集灭道，你要用这个道就能破除烦恼而灭苦，你照这样做真的能办得到。那缘觉的话你就用十二因缘法，那自然也能够让你得自在，对不对？第四叫净智慧障真实义，声闻缘觉虽得无碍智，犹未能显中道之理，
故称智慧障，也就是声闻缘觉有所智障嘛。好，它有还是有这个不染污无智障。那佛菩萨断此障，中道之理自然显现，此为净智慧障真实义。佛菩萨呢没有这个障碍了，所以他的智慧真的显现出来。所以智慧能不能真的显现？能。同学，你要肯定烦恼是可以，是可以消除的，烦恼是可以消除的，智慧是可以显现的，这个一定要肯定。如果你认为啊，这人就是爱烦恼啊，烦恼，什么都得烦恼啊，什么都要烦恼，掺上一脚就表示自己的关心，其实这是愚痴的，对不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要让对方强烈的表达他对你的关怀，跟他对你的紧张，来表达他对你的爱意，这很折磨哎，这是不健康的，这是凡夫所玩的把戏之一。那修行人他在这上面已经能够超越超脱去看这些，所以不会跟着你的情绪而动荡，也不会你伤心他就要跟你一起伤心，他受灾殃你就要跟他一样的苦难。固然菩萨有感同身受慈悲，这个慈悲是能知道你的苦，那可能就是也是会进入到你的状态，就是入然后马上出，入住出马上出，而有那个办法现前，你不再烦恼，可以帮助他。这样子，就举个例啊，以前我学佛，然后已经比较不会有烦恼。那家里人呢，他是事业做得不好，就很烦恼。他每次都看我就没烦恼，他有烦恼。他有一天就真的很生气，很生气的质问我说：“我们是同在一个屋檐下，我这么烦恼，你为什么可以这么不烦恼？”责怪了很严重啊，就觉得我们是冷血动物啊，怎么不烦恼呢？事业做不好啊，没钱啊，他就烦恼到没米吃或怎么样，我怎么能跟他不要不紧。我们台湾话不是说好啊，那不要不紧，其实我们真要紧啊，我们该做都做得好啊，只是他那地我们没多少要紧啊。有一天啊就很生气啊，我就坐在那里吼要紧一下就他就开始说、哦、都一直抱怨啊，工作怎样，社会怎样，动荡多辛苦啊，然后老板不省事啊，客户不支持啊，产品不优良啊，最后等等等等啊，一直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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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啊听到暗时两点呢，两点他就讲到，那我也就听了，有表情的呼应他，我会呼应他之后习惯性的又笑笑，他就很生气说：“你那呼应好像很关心我的样子，为什么你笑得出来？”同学，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好像我们应该跟他一起哭，众生就这样啊。然后我就听完了之后，实在是困了，你知道，很困了，已经两点了。啊，他说完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说了，他又要重复从第一个故事。我说刚刚那个说过，我知道，很有趣啊。然后说完，我是说，那你有没有舒服一点？我知道你很辛苦，那你有没有舒服一点？你说，啊。他抱怨的说：“你只是要当我的垃圾桶是吗？”我又不敢回答说不是。众生就这样子啊，他要你跟他一样的情绪，众生要求是你一样的情绪。当你情绪不一样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那个情绪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这个情绪是虚妄的，可能吗？他会觉得你不是人，你不是这个家的人。所以凡夫要的东西跟修行人他体证的东西，有些时候是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会被挂上那个魔药魔镜，那一点都不知道世间冷暖，
不食人间烟火，你在那里去跟我再进，是不是这样？因为有的人是掉到生命的成本，所以物质跟他环境里面的那修行人，他从这个物质跟环境里面已经抽拔出来，不会在这个起很多的烦恼。但是你体得正得的是净烦恼，也就是没有烦恼的状态。所以像这些情形呢，要什么样？要延长，要用方便法，就是说你内心的这些情形啊，那个是我当时我比较不懂嘛，就自然显现的刚来求求。你们看我讲经是不是也笑笑的？就是这个是哭不来的，很多人是笑不来，可是我是哭不来。可是在像对待这种众生，你不可以笑，你真的不可以笑。多年后我才懂。